你要拉他那边，到了，然后跟他面对面，面对面，面对面，你要蹲下来，低一点，低一点，低一点，对的哦。哇，这个姿势好。北门正妹你好，曾经被多少人追求过？36。36？不对啊，不对啊，三围36。36，没有。哎，等一下，说不定36，我会想到越南呐，说不定是没有，说不定是可妹。没，这边可妹。36，会这种假鬼假怪，我怕是洛丽塔嘞。所以不知道他到底是装还是真。对他假鬼假怪，有什么值得说嘴的地方吗？吹牛大赛开始。有一个神秘的男子，每次来我们推拿店就一直跟。等一下，推拿店。我知道他是谁了。对，我妈妈开推拿店，好可爱哦，我喜欢哦。那等于说每天都可以接触到很多男生就对了。哎，没错，欢迎光临。没错，没错，没错。然后欢迎光临了。哦，然后这都是店里面的男生追你吗？还是？没有，就那个很奇怪，他一直跟我聊天，结果我就是忍不住 Google 他的名字。哦。结果他是一个科技公司的总经理啊，总经理啊，很自然，哎呦，其实我现在到底在看什么频道？对啊，蛮好玩，转跳的，跟我们想的不一样的。哎，唯一，我跟你讲，如果是我，我会选这边。哎，好玩的吗？你知道为什么吗？是吧？哎，跟他出去约会，你就笑都笑死了。对啊，好可爱啊，可爱哦。哎，这里仔蛮特别的，有36个人追过你。对，那你曾经交往过的有几个？来来，这个是很重要，很重要。几个？只有3个。三哦，哇，3个，哦哟，很赚钱，很难追。喜欢哪一类的男生是你喜欢的？我喜欢霸道总裁型。霸道总裁，每天都压在床上，壁咚的床咚，霸道总裁哦，壁咚。哦啊，男生这个太粗鲁好吗？男人不坏，女人不爱。他对得上，哎，跟你诗词对接，对不对？欢迎阮月。又香又滑，哇！哎呦，哎，你还是北艺大戏剧剧场创作研究所。你刚讲的真的是你自己的口音啊？没错，没错啊，没有变音，就是我，就是你，就是你。那你是越南人啊？我是台湾人。哎，你刚刚是你乱演，你在模仿就对了，对，我在模仿阿汉模仿的阮月娇。哦，阮月娇，从头到尾都很厉害耶，谢哥他有演那个到位嘛？为了他有演戏，是为了他就是演越南新娘，他要去练这个舞台剧，是不是？其实练口音很难，但模仿的很像，像很像，好有才华。对啊，对啊，我们都没有。完全没有厉害，发自内心出来才能这样。他有一点像那个谁，以前我叫你追他，邱慧文，对对，哦，邱慧文，对，邱慧文有，对，有。哎，那唯一，那你要小心，因为可能汉典会想要互动。我刚才真要踏下来，没有，跟着走回来，他们后面还没拉好啊。这一型我们不能够，刚好穿这个藕色的，对，还有搭配，刚好是大哥的菜，不行了，不行了，对，就是没有。那讲真心话，交往过3个男朋友，对。那最后一个为什么会分手？哈？因为我放空啊，怕。因为就是那个价值观不同。哦。怎么样？价值观很多都是这样。就是可能我想要发展的地方跟他想要的东西是不一样。哦。分道扬镳。两个人对于未来的一个方向有点差，上下半步，然后被学校大人物喜欢哦。哦。怎么样？大人物是。就是校长，哇，功用够大，那我可怜啊，警卫，
是小混混。我国中第一天，然后就校门口，不是校门口，我的办我的办公室处教室。你到底在做什么？哪里啊？室处是我的班上门口就被所有的。就是很多学姐包围，然后就来看说哪个新生怎么那么嚣张这样子，因为那小混混就公开说，哎，我喜欢那个一年级的梁香华，哇，然后从此以后学姐就很常找我麻烦，可是就是后来有一些想要追我的男生或是想要欺负我的学姐，就是隔天就会带着伤来学校，哇。你要会不会带着伤出去啊？你要注意，过去的，哎呀呀，我们要去除这种暴力之气，对不对？不要这样，动不动的，哇塞，动手动脚啊！哎，像韦一昌的男生，你觉得怎么样？他幽默感是差了一点，可以练，可以练啦。然后体力也不行啊，可以啦，去可以练，可以练。跟我们去玩很大，然后游水库而已，然后游一半就挂在那边了，那不行。游一半，你要游完了，我游了三趟了。那两位，我们就给你们来一个爱的互动，好不好？这人就是在这个操作中啊，慢慢互相感觉彼此的 feel， 搞不好是会喜欢的，说不定。好吧，来，怎么叫爱的拉拉爱的拉拉扯扯，拉拉拉拉扯扯。哎，好，也就是说呢，现在我手上有很多个板子，然后呢，这是有个弹力带，待会儿呢，唯一要做这个女生的动作，然后呢，只要是 model 手上拉弹力带的动作，这个手呢就变成女生的手，女生就帮你拉这个弹力带，那这个的话呢，就是女生帮你。做这个拉脚的地方，对，反正就是你们手脚互换就对。我的动作一个动作来了，定着，但是我们可以很靠近，做了就知道，看图来做，跟图做。好，那就先从这种基本的开始，唯一坐着。好，然后 sit down please， 我会很温柔的，好，很温柔。好的，好，那女生就要来她的这边。哎呦，哇 ，Oh yeah， 我看一下。这样就在抖唯一，你真的太废了。我很期待，所以很开心。唯一身体真的要顾好，你看这个筋多硬，膝盖弯成这样。James Harden说：“真的要顾吗？”绕过他，对，绕过他，哎，用力拉，有三，哎，脚要蹬直，要蹬直，蹬直了，蹬直了。所以我可以靠点，你这个不要松掉，啪上去，会出人命。打你自己，要蹲下来。好好，第二个动作，第二个。哎，对，这样才对嘛！哦，这样是吧？对对对，趴着，手在前面，对对对。然后你在后面帮他撑这个。哦，对对对对，然后你要去前面。然后这个声音，啊，你要在前。然后你的两只手，对，你要拉到他那边。到了，然后跟他面对面，面对面，面对面。你要蹲下，低一点，低一点，低一点，对对哦。哎，要站好啊！因为加上腿。这样真的蛮像在遛狗了，你知道吗？好，第三个动作，第三个，好，第三个比较难了哈，我也要这样，就玩吧，尽量有一点情趣啊，手啊，你手要举起来，对，哇哦，哇，雷丁听马启杰啊，我唯一在拉哪两个，哇，往上。抓那个，你也要拉着，你要拉着。哇，这个姿势好像。你怎么看得这样？超过的，拉。我一定要往上看。我以为你也这样子。好，有精彩，精彩。一、二、三，精彩。哇，没有，他就这样。好，完成了，我马上就这样。来，彼此之间，你们可以交谈一分钟。哎呦，好吧，来靠近，哎，一边。Action， 北诶，宪哥是北一代吗？北一大吗？北一大，我台一台一大，台一大，台一大，北一大在关渡那边。对对对对对，我也是台一大的。啊啊！我大学读台一大，哦，硕士念北一大，都念硕士嘞，那硕士是，所以未来也是会，我们应该可以常常在舞台上遇到喽。有可能。Oh my god！ 所以这样平常不是，我也能够多我真的蛮不会聊天，但是如果我们在舞台上能够常常遇到，就很多互动的机会，那就可以更。因为他遛狗啊，遛狗啊，吃饭都行啊。哎，我真的蛮会做菜的。嗯，我也有狗。什么狗？也有狗。我有一只土狗，虎斑的。哎，所以狗真的是一个很好犯罪。对对啊，对对。我好想念我的 BB 啊 ，Hello。我也有狗，我本身就是单身狗。我
可以染指的，有自己的弟弟，对不对？对对。好好，赶快相约吧。好，可以哦，那我们可以去一起去遛狗一起。哎，好，谢谢两位。